冻梨是黑的，冻梨，南果梨，千万别跟网上买南果梨啊，那没个吃呢，那南果梨，那都青梨老硬了，然后你放它也放烂了，那都放也放不好。 别在网上买那南果梨，你们要我有点，谢谢 DY 不在留恋，爱笑啊19996060。还有1分钟开奖了啊！最后1分钟，一个飞机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现在是1/5的中奖概率。 我给你邮点行 ，Q 一下，滑了，四眼滑了 ，Q 一下，你还打不打？滑了。 你要 A 我那肯定是不行 ，Q 一下划了，划了，划了，Q 一下，一点岩闪现恐惧，截屏的岩雀打个蓝还是打个红二级就跑过来。 出把多兰剑，还行，这波不亏。我们这波必须得一些加闪现，要不然是无法恐惧到他的。他肯定100%闪现。谢谢王大娘打小孩的4个飞机，谢谢管家专用，小优管家专用的5个飞机。 恭喜小优管家专用。 哪里亏了？不亏呀，对呀，不亏呀，亏吗？我们这边不亏呀，就是闪现点烟换一个闪现传送，抠一下，划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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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W 打中，划了，抠 一下，划了。 再抠一下，划了 Q 一，我真是个傻逼，我的，他给我打信号，我以为他让我小心 Ogen 呢，我没寻他让我小心岩雀呀。 送塔，送塔，活不下来，送塔，早点送还行，可以。以及未来。 吓死我了！我以为补不到了。绝望了，我们出现了。Q 一下，链 A。 哎，W划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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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Q划了。这个奥恩 A 了2个小兵，你们知道因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摁波浪键儿。啊，他不会摁波浪键。世界末日就要来临。
他如果按了波浪键，就不会打小兵。扣一下，我们升了。 抽一下，我这不打了，回家。哎，回不回家呢？我杀了也行，其实，把他杀了吧。他有意义也得死，没用。这边他必死，等他把 Q W 放了，直接清后排兵啊。 吃一波塔皮，我们回家。先出这个血色之印。我觉得梦魇的配音还挺帅的，挺好听的。这个皮肤，这是什么皮肤？上古战魂。 干嘛呀？这到底要干嘛呀？怎么把把都这样啊？干嘛呀？ 既然螳螂不要红，我们把红拿了吧。这波挺伤的，没杀掉这岩雀，我把这岩雀杀了，这奥恩我估计也得死。出现了一条小径。 回什么头呢？这有什么好回头的呢？我的好兄弟。
奥恩好不怕死啊，真敢冲啊，他真敢用 E 啊，你们发现没有，这 E 是跟真敢用。我们在这等他啊，这波我们有红把他杀了，直接飞他来。哎，这为什么空小兵了，我好难受。哎呦，这就是没有摁波浪键。哎呀，浪费我一个大招。哎呀，难受啊，真难受啊，这是。先来个皮孩吧啊，浪费我一个100秒的大招啊。这波把他杀了，我们塔一吃，我操，回家一波飞下，直接游戏结束。螳螂又出来了，我们直接赢了，直接这把刚才那一波没杀掉的奥恩，直接把这把游戏给送没了，兄弟们，难受啊。简直是很难受啊，相当难受了。嗯，谢谢。等他一波，我知道 Q 在半空中就能放，我容易 Q 歪，你知道吧？那 Q 我不太敢放。好右啊！下回 W 快点开。不好杀，一会儿再杀吧。这波没点燃，要是我们死了呀，这游戏就没了，知道吧？这现在还有点希望。没事，漂亮。虽然他在勾引我，但这波我们把他杀了就挺好。岩雀也被下当了，中路刀锋玩的也还可以，哎，这就行了。等 E， 哇，完了，刀锋气急败坏了。远古巫灵挺骚啊，这远古巫灵挺骚啊，巫灵上路单不守了，这边去守中呢。把红打了，等大招杀女枪，女枪别出狂风啊，出的狂风。多带点线儿啊，这把多带点线儿，帮队友拖一拖，然后抓他们家单儿。我们现在去打团没有用，我一点用都没有，我们去打团，这种装备的梦魇去打团就是送，一换一，只能一换一，多了都杀不了。等我有木印了，我们可以去试试。这岩雀搁哪来的？我怎么没看见他呀？吐了！
关灯干嘛呀？关灯浪费我的大招，不关，关灯有什么用？我们留一个大下波还能杀人。哎，我真都没想到这岩雀敢过来跟我单挑啊！我都没想到这人能敢跟我打，我都没瞅着他，分神了。那螳螂旁边有小驴人，咋整啊？又是这个岩雀，哎！好凉哦！不要了，这基地守不住了，不守就算了。一端级都塞不了，咋回事？我12级，奥恩10级，115刀，奥恩78刀。我们家有个人送人头加挂机，我塞不动。如果你觉得行，你来。先杀泽拉斯，不要管那个奥恩，没用，他跑不掉。我们超越了时间。打个蓝 buff 没有，算了。哦，如果你行，你还来看直播干嘛？那如果你不行的话，你就不要说。这种事儿能不能用"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"来讲呢？世界末日就要来临了。应该不太难吧？因为。不能。可以，漂亮。先杀女枪啊，然后杀泽拉斯，漂亮，给我变大！哎，给我恐惧！下路收兵吧。岩雀28秒，我有大，可以试试能不能杀。
三条龙还行吧。哇，两个人把大龙打下来了，好厉害，两个人能打下来大龙。不飞他啊，我们单飞，要是我们死了就GG了，千万不能飞他。希望对面赢不起团一波。给了吧，不行的。先跑一走。哦，刀锋一秒就躺了，刀锋。那刀锋咋不给大呢？挠一挠试试看吧。不行，打不过，这种对局少个人很难打的。